吃什么啊？今天吃海道村的 buffet。 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现在是6:20，等一下7:50的时候在外面集合，知道了吗？知道。好，那开动吧。哇，还有鸡腿。哎，不想吃了。你前面的可以推一点吗？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哦。不要不要，这样夸张。这个豆腐看起来很好吃。没错，吃饱了。这真的超好吃，我要去尝。吃太快了吧！好喜欢这边哦。对啊，有把饭可以吃，还有驻唱歌手。我跟你说，只要这个园区呢有超过30个人以上住宿，就会有驻唱歌手来哦。嗯，好棒！说爱我，说爱我。三呢？哪有？你跟你男朋友是怎么认识的啊？就在迎新宿营的时候啊。迎新宿营啊，是什么时候啊？我跟你说，就在跳舞的时候，然后他就很笨，要往前的时候，他应该往后，对不对？结果我往前，他就给我往前哦，然后就撞到头，对到眼，就坠入爱河了啦。你们也太浪漫了吧！啊，你们是跳什么舞啊？是跳我们现在要教的第一支舞啦。不知道这一届学弟妹会不会像香菇学姐一样发展出新的恋情啦？应该有哦。那我们现在就邀请学弟妹帮我站起来，那帮我围成两个圆，男生在里面，女生在外面哦。那大家都找到伴了吗？找到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教舞蹈喽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动作是，我们会先右脚往右边跨，然后身体换过去，然后换左脚往左边跨，身体换过去。好了，现在下个动作有点难，有点难，往对面右脚先往你的左前方踩，男生往左边踩，女生也是，我会往你的左前方踩。可以再教我一次吗？你往那边跨，是，然后换那边。然后现在是男生伸出你的左手，女生伸出你的右手，然后这边就是右飞，一样是刚刚跟那样，然后左飞，好，飞完之后呢，把你的左手绕到你头后面，做一个交叉的动作。什么？卡住？你手不要放开，我手不要放开，手不要放开怎么办？手不要放开，怎么做？就这样子就好了，不用。他等一下不是要那个吗？等一下会手先放开，那就下一个动作。那下一个动作。好，等一下音乐一下，男生往左边绕，女生往右边绕。当我说停的时候就停哦。好，那就是你们的舞伴哦 ，OK 吗 ？OK。走起。好紧张啊！嗨，哦，我怎么是跟你跳啊？你以为我想哦？我比较想跟 Cherry 哎。再说一次。故事的开始是在大一。右画，左画。微笑，走向。
知道应该说什么，直觉的双脚在发抖，右飞左飞，直觉的脸红红，随着不断加快的心跳，随着没有节奏的节奏。哎，来不及，来不及。右手左手右飞左飞右手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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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先敲门，不然还有哪里？好好好，我来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哎呀，又不是住饭店，干嘛敲门？尊重一下嘛。哦，什么东西？干嘛？哇，不是，怎么暗啊？什么鬼啦？借我抓一下啊！哦。哎，你们是谁要去找拼图吗？哎，去啦去啦，快去啦！哎呀，这有什么好怕的啊？妈假的！啊，继续啦，找到了没啦？继续找，换你换你去啦！哎，前面没路，前面没路，前面没路，我们先走。灯光的箭头，等一下，冷静啦！可是那个厕所外面都是封锁线，我们是要怎么进去啊？对啊，根本没办法进去。没有人要进去拿啦，那是拿什么拼图？有啦，水风啊，水风看起来都不怕。哦，对，你不怕。有走前面啦。要越近越。那不就是夜叫啊？三。你要干嘛、啊？门他自己开啊，就门打开不是吗？哎，小心哦！哎，后面有找到拼图吗？没有啊，现在你有看到吗？没有。拼图到底在哪里啦？哎，没有。没事。啊，水风咧在我后面啦。那谁要去 ？KK， 你去啦。对啊，你去了。我的提供杯啊，不好意思，学长学姐，不要吓我，我回学校再买饮料给你们喝。啊，小心哦。拿到了。谁在碰我头啊？你先洗好了，我想出去外面走一走。好。奇怪，我刚到底是怎么了？不要乱想了，回去吧。他怎么在这边啊？要过去跟他讲话吗？算了。龟奴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哦，就晚上睡不着，叫出来走走啊。啊，你嘞？我也是啊。那我先回去了。等等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啊，走啦，快点。